今天来尝一下这个草莓味的，昨天喝的葡萄的。一份是六罐，口味你们可以自己选。看一看，里边是有草莓粒的。草莓的也挺好喝，就是葡萄是那种比较清新的感觉，草莓就是喜欢吃草莓或者是喜欢草莓味的东西应该都会喜欢喝。